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有一个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跟他说了，对观世音菩萨对这次新加坡法会做了开示，我分享一下。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这样说，场馆的概况我就不多说了，非常的殊胜，人间净土。今天给你们说说天上的准备，天上早早的就开始准备了，但是跟哪位大菩萨和龙天护法有缘的众生，接续在后面会陆陆续续接收到菩萨的邀请参加。这次法会空前绝后，堪比当年佛陀在世弘法，众天龙人鬼皆当受益，世人是没法想象的，宵夜之无量。希望你们能够奔走相告，如此法会前所未有，诸佛加持，堪比灵山法会。到时佛陀会率领众菩萨历列法会，真的是天上人间无比殊胜啊！你们的师父会现僧人像，为大家宣说妙法，其妙处不可说矣。到时天地震动，下下昙花，幽昙罗花，整起一派祥和的西方净土啊！大势至菩萨也会亲临圣地，为此到场护法。那天菩萨多得不得了啊！谁能够去，都是累世的福德因缘啊！所以不要再在意这几天的时间了，天使不早了，什么都可以舍，但是希望那几天不要舍，一定要去新加坡法会啊。其殊胜之境不是众生可以想象，佛菩萨要出来三分之二皆当来加持啊，想想多少菩萨啊，宵夜多少啊，一定要去啊。发心也好，工作也好，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这几天，这几天你可以上班，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法会只有这几天，这几天过了，你将失去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过去啊。时间再往前走，没了就没了，等你想参加了，已经不是新加坡法会了，已经是下一场生命的开始了，要珍惜啊。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开示的，这是讲了新加坡，他早就跟我讲过了，说这个这一场法会天上会下来很多菩萨，所以一般的人如果去的话都会得到加持的。师傅啊，结果济公菩萨又来了，结果是这样说的，对，济公菩萨对新加坡法会是这样说，人人心中想成佛，可叹心中烦恼多，如今妙法传四方，佛有奇迹现佛光，法会功德大又强，层层保护放光芒，有缘相聚缘佛缘山，弘法精进法会上，希望众弟子齐聚新加坡法会，法会之上莲台之上，心中烦恼全消忘，希望有缘能够去护持新加坡法会，到时候诸佛菩萨齐聚，其妙处不可说耳，汝等谛听，且慢且慢，莫迟疑，精进努力发为上，勤修勤修般若智，一朝开悟菩提上，让众生懂得随缘助缘的大道理，今日说法属自在，其众谛听谛听，皆当此等殊胜法门，护持精进努力般若回家。最后提醒大家一句，诚心修的慈悲愿，普度有情爱无边，今日闻法断烦烦心，一世修成报佛安。再见。这是济公菩萨说的，是吧？济公菩萨你记住好了，凡是济公菩萨出来他都是做诗的，所以你记得，如果是做诗的都是济公菩萨的话。师傅，那弟子通过这两个菩萨的开示，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师傅，您的法会还真的是每一场法会都殊胜无比，我想师傅您准备一场法会，天上的菩萨准备是他们是怎么准备的呢？师傅他们怎么准备？他们护持呀，你看法会圆圆满满，每个人都能到了之后每个人都在念经啊，你知道每个人念经求菩萨的时候，天上的菩萨就下来就帮你们记录呀，记录你们求的事情呀。啊，有的菩萨还好玩呢，把你们念几遍都算成功德，把你们放在功德簿里呀。哎呀，好了，这些菩萨真的非常好。为什么你看我上次在新西兰一场法会，有一个小孩子不是这个眼睛看不见还是耳朵听不见？对对对，他看到了。后来不是三次加持吗？
小孩子眼睛就看见了嘛，就这样。哦，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菩萨加持呀，明白吗？哦，明白了。那师傅，他这个菩萨说他这个新加坡法会堪比灵山法会，佛法中也多次提到过灵山法会。那师傅，您开示一下灵山法会是怎样的法会呢？师傅，灵山法会就是天上的一个大法会。像灵山法会的话，实际上它就是西方三圣啦、佛陀啦，那些最大的菩萨全部参加的啊，因为它本身是在这个灵山上开的这个法会，灵山应该是个地方，但是来了这么多菩萨，它就称为统称为灵山法会，实际上就是万佛法会，就是一万个佛以上法会。所以你想想看，在天上有一万个佛的话啊，你看看看，所以过去不在很多人间不是有万佛殿吗？对不对啊？哎，就是这样。实际上菩萨说新加坡法会这个大概会下来三分之二的菩萨，你算算看多少好了，要几千位吧菩萨，说不定上位上万菩萨都下来来助缘救度众生啊，你想想看这个法会多殊胜啊，还要讲啊，明白了吗？是的是的，灵山法会嘛，就是各位大佛啊，大家每个人要讲一讲的，都要讲佛法的啊，就是这样的，他们讲的佛法，他们讲的出讲出来的就是应该这个佛经的再延伸，叫就是佛陀当年讲的经文在天上的再延伸，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从菩萨的开示中感觉菩萨的语气在催促众佛子都要去参加新加坡法会，你这是很少遇到过的。那师傅，这个新加坡法会对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众佛子到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啊？师傅，很简单了，菩萨去了嘛，加持多呀，你得到菩萨加持多的话嘛，你就会开智慧啊，开了智慧嘛，你就开悟呀，开了悟了你就不就成人间菩萨了，你不去跟菩萨接触、菩萨去了这么多，你随随便便跑着去，菩萨就给你开示了，给你加持了，对不对啊？是的是的、啊、对对对对对、啊、你否则的话平时你庙里就一位菩萨去，很多人排队求，对不对啊？你看看去这次这次新加坡去多少菩萨了，那你随随便便在脑子里动个意念，菩萨你救我孩子啊，啊救我身体啊，菩萨马上就把你救了呀。每个人负责一个人的话，你想想看这个效果，跟一个菩萨在听你们很多很多几万个人在诉说，那概念是不一样的呀，这还不懂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明白了。那师傅，那观世音菩萨说，凡是跟哪位大菩萨和龙天护法有缘的众生，也许会在后面陆陆续续接到菩萨的邀请参加。师父，他这个邀请参加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师父，介绍。菩萨邀请参加很简单啦。嗯。师父邀请你们去，是不是菩萨邀请了？是的，是的。好了，那么师父怎么会邀请你们的啦？因为这么多菩萨去，所以师父邀请你们去，是不是菩萨邀请的啦？是的是的。好啦，听不懂啊。然后有些人嘛、哦、有些人嘛就比较容易去，有些人嘛就请假就会自己去，有些嘛菩萨晚上给他托个梦也有的呀。嗯嗯。哎、嗯、好啦。哦，那师父，佛友之间也相互邀请参加法会，是不是也是菩萨通过佛友邀请另一位佛友去参加呢？是这样理解吗？对啊，你邀请他去干嘛了？又不是邀请他去赌博了，邀请他去开法会啊。对对 对, 对，邀请他去做佛事啊，邀请他去见我们伟大的佛呀、啊、那么你说这种是不是佛在邀请了？是的是的是的，千手千眼们就是这么来的呀。嗯，明白了，明白了。啊，就是这样。哦、嗯，师傅，那开示中他说，师傅会现僧人相，跟大家宣说妙法，其妙处不可说。师傅，您平时的法身都是穿西装的，为什么这次这样说呢？有什么给大家说一说吧，师傅。僧人相嘛，很简单了。僧人相嘛，你并不是代表师傅不穿西装呀，听得懂吗？嗯、还是穿着西装，但是师傅讲的都是这个僧人的语言。
啊，僧人的僧人的戒律，而且你要是仔细看师父的话，坐在上面放出来的就像一个僧人呐、啊，明白了吗？哦，啊，明白了，明白了。但是你虽然有头发，但是你看师父的脸像，到时候会变成一个大的和尚的一个脸像的，啊。哦，明白了，还杀气充满，师傅。啊，是这个概念。那师傅，他这样说，到时天地震动，下昙花，幽昙罗花。他这种下昙花的幽昙罗花，我们在法会上能感受到吗，师傅？你没感觉到啊？你平时跟师傅开法会，你也应该感受得到的呀。我感受到。哎、啊，好了，你这个法气充满，在下面激动的不得了。这个还有时候闻到阵阵檀香、嗯、啊，这个都是菩萨的香啊，对不对啊？对，很多香，明白了，很多香都是天上的。嗯，明白了。那师傅刚才您说了，就是说这观世音菩萨和地宫菩萨都谆谆教导的开始法会的圣境，鼓励佛友去前往新加坡法会，是借这次法会的大功德，用让众生更多的消除业障，成就佛道吗？师父是这样吗？是啊，消业障嘛，就是成佛呀。这个人如果没有业障了，这个人不就是佛吗？人的这毛病嘛，就是因为人有业障呀、嗯，所以人要到人间来还债啊，就是这个道理。消业还债嘛，就是要消业啊，要还债啊。要还债哈，那师傅，佛菩萨会出来三分之二加持，世人是无法想象的消业之无量。请问师傅，那新加坡法会大约能消除一个人多少的业呢？有大概数吗？那要看你自己的。你要是在那几天你拼命的念经，拼命的做功德啊，你自己功德越多，那你消业越多呀。你好事做的越多，是不是坏事做的越少啦、嗯？就是这样的呀。哦，他这个场地有六万人呢。是的，是的。啊、六万人，而且我们是第一次是晚上，他是这个采光、啊，他这个采光让会场整个照了各种各样的采光，一会儿变这个颜色，一会儿变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会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声显化，观世音菩萨金光灿灿。哎，你看看单单一个大的荧幕，一个荧幕就是14米啊。哇，你想想看14米多长啊。哎呀，他好几个呢，好几个影 projector， 就是那种荧光屏啊，荧幕啊。还有可能我们还会请那个就是唱佛歌的很有名的歌星，他们也是很愿意帮助我们的，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嗯，那师父，地宫菩萨开示让众生懂得随缘助缘的大道理，就是怎么理解地宫菩萨这句话呢？就是说是随缘助缘，一个人在人家在做好事，你去帮他忙，你是不是有功德啦？是的，是的。人家在弘法，你跑过去护法，你说你有功德不啦？有功德，有功德。好了，就这个随缘助缘呀，因为你随缘就助了这个佛缘了呀，助、哦、了佛缘不就有功德了呀？嗯。对。那师父，那地空菩萨开始法会之上，莲台之上，心中烦恼全消忘。这个全消，这个烦恼就消失了。那请问师父，是否我们参加法会的时候，就像踩在天上的莲台上，魂魄很容易上天上，心中的烦恼也容易放下，心中的烦恼消失烦恼？不要说新加坡法会了，我说你不要说新加坡法会了，你就平时你们参加师父几万人的法会，你们看看你们在法会上，你们还有烦恼不啦？开心的嘞，在想。没有。好啦，就这个道理啊。嗯。哦。是这样，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时间再往前走，没了就没了。等你想参加了，已经不是新加坡法会了，已经是下一场生命的开始了。师父，菩萨慈悲的说这句话，我们如何理解呢？师父，下一场生命开始，很简单了，可能你这个法会没参加上，可能你已经走了呀。
你走了之后你没有开悟了，你没有念经了，你没有许愿，你不是下一次生命开始，你就是轮回开始了呀，这还不懂啊？菩萨讲话不会像我们讲的这么细的，观世音菩萨非常有修养，所以他就说下一场这个啊、生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下一场生命轮回的开始啊！你看看现在死掉的人没有闻到佛法，他们不就又下一场生命轮回的开始啦？一样啊。嗯，是的，是的，嗯，对不对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菩萨说了，无论如何要争取那几天放下一切来参加法会，但是有些同修实在因各种缘故无法参加，心里也很难过，他们如何调伏这种心理呢？没什么心理的，有什么好调的，放不下嘛，就永远放不下的，你看法师还放得下的、嗯、那人家法师如果修得好，人家上天了，那你们人间的人业障很重，那么下去嘛，就进地狱的也有，做鬼的也有，在投胎也有，那有什么？你去问他呀，为什么这样啊？人家放下的，人家得到了，你放不下嘛，得不到呀。是的，是的，是的。啊，就这么简单，放下多少得到多少，对不对？人间的东西得到越少，天上东西得到越多；人间的东西追求的越多，天上东西越少，就这么简单了。对，师傅就是说理解的，就有舍必有得啊！你不去舍，你怎么会得呢？哎、是这样吗，师傅？你要说谁烦恼，谁又没时间？你说谁有时间了？你也可以说台长好了。是的，我不出来弘法的话，我没有自己的事情的，还有很多广播电台的台长天天赚钱赚的不亦乐乎呢，对不对啊？嗯、是的。你看我呢，对不对啊？对对对。哎，明白了，师傅。哎，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哎，那师傅，地宫菩萨说，法会功德大又强，层层保护放光芒。他这个层层保护放光芒如何理解呢，师傅？层层保护嘛，就是这么多的龙天护法呀，保护你呀，让你上天啊、哦，层层保护呀。放光芒嘛，就是菩萨的慈悲之光呀。你只要去参加法会嘛，都拜在光里边照到了呀。你看见过西游记里边这个孙悟空画了一个圈，唐僧不就是，对不对呀？不就是层层保护、哦、是的是的，不层层保护啦。你看那个妖魔想来攻击他，你看进得去不啦？进不去的呀。进不去的。好了。哦。那师傅，我再问一下，那你像如果到了法会，他如果是出现了丢了东西或者是还不顺的事情，是不是他在法会上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呢？师傅是这样吗？两种可能都有，还有一种可能消灾解难、哦、还有一种可能嘛，就是做不如理不如法事情、哎、有的人到现在为止看见佛友还有男看女，女看男的，像这种人简直脑子坏掉了，真的是不说他脑残了，用现在话讲，你跑得去都是菩萨在，你还眼睛这么看，你真的不要命了啦？那你跑过来修干嘛？你去参加他给谁给随便你怎么看好了，这脑子坏掉了、哦、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师傅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说这次法会是空前绝后，你像为什么新加坡的这法会是空前绝后呢？是人家新加坡法会的佛子，人家在弘法度众，感动天地，人家福德感召的吗？是这样吗，师父？你想一想了，你想想现在看看世界上有哪个法会能开60000人了？你看看看有没有了？这不叫空前啊？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了？60000人加上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义工啦、啊，几千个义工啊，单单义工就几千啊，门有几十个门呐、啊，体育场，它是国家世界一流的场所啊，因为菩萨来了，菩萨天上菩萨很好玩的，他们一看人间渡人呢，他们法喜充满，各个大家一起讲好去下来，而且每个菩萨他边上都有很多小菩萨的，你看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会带着他自己的菩萨下来了？哎呀，是的，观世音菩萨们会带他自己的菩萨下来的呀。观世音菩萨身边菩萨这么多，你不知道的，善财、很多很多，童男、善财童子不是啊，对不对啊？是的，是的，是的啊。
你要说抽查李天王下来的话，他就不哪吒不就再下来了吗？是的，是的，都是这样的呀。对对对，每个菩萨他自己都有一个菩萨的一个圈子的呀，一样的呀，跟着修的呀，就像我们人间法门一样的呀，明白了吗？是的，师傅，你太上老君来的话，八星也来，因为八星是太上老君的徒弟，知道吗？就好了，对不对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